大家好，我是 BJ48 庆毕的陈美君。今年呢是我第二次参加人气总决选，通过了一年的经历，然后我觉得自己更加明确了自己未来的道路该怎么走了，然后也相信自己未来可以变得更好。最后祝庆毕的宝宝们可以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，也希望 BJ48 所有人都可以加油。